小汽车观点的观众大家好，我是小七，今天为大家试驾的是2019年是 Skoda Fabia Combi 旅行车的车型。稍早之前我们才参加过媒体的试驾活动哦，那试驾车型是五门的hatchback 车型，那这一次我们额外借了旅行车的车型来跟各位做一下报告。那2019年是的 Fabia 其实它算是小改款了，那小改款在外观上，在水箱护罩和保险杆的部分，它有做重新的设计，所以车头看起来呢是有一点点新意的。那另外在有一些配备事项上也有做一些调整。那车型上同样维持五门掀背和五门的旅行车两种车型。那 Combi 的旅行车型呢，它车长会比五门车型稍微再长一点，那其他尺寸则差异不多，那但高度因为有车顶架的关系也有一些些微的不一样。那基本上 Fabia 算是一个 B segment 的车子，那不过它比较特殊的定位是它有提供旅行车 Combi 的车款，那这也是国内可以买到最便宜最小的旅行车的车系。那在这里呢再跟各位解说一下2019年是到底跟以往2018年是差在哪里。19年是当然除了刚介绍外形的重新设计之外呢，还有内装它有一些调整，比如说它座椅从原来类似牛仔布的布质改成黑色比较深色的布质。那另外比较重要的是安全配备原本就是 Fabia 很大的强项。那2019年是它把 AEB、ACC 和 BSD 还有 RTA 这些都列为标准配备了，所以像盲点、跟车、自动刹停还有这个后方交通流量警示都是标准配备。那不过它的配备也有一些更动。比如说它的方向盘呢改回传统的圆形的方向盘，取消了 Push Start 的按钮。那另外前座的中央扶手也取消了，不过这些都可以透过加购魅力套件来补回来。那魅力套件的话它是需要加购的，那加购的这个魅力套件呢涵盖的东西也很多，比如说远近的 LED 头灯和头灯清洗器，还有车内的前座中央扶手、后座的中央头枕Push Start 的这个按键还有16寸的铝圈等等这一些。那我是觉得魅力套件其实算蛮划算的，可以建议消费者来选购。好，现在我们坐在 Fabia 的前座，老实讲这样的设计其实我觉得算是欧洲平价车入门车的设计，它的质感不必特别的去奢望说它有非常棒的质感。但它的组装是不错的。但是质感上面我觉得是入门车的质感的。那配备上我觉得给的相当有诚意。除了它有 SmartLink Plus 和手机连线的系统之外，它这个触控萤幕也是标准配备。那新年式呢它也有单区域的恒温空调，这也改善了以往大家诟病它没有恒温空调的一个缺点。那当然它的仪表两大环两小环的设计呢也有一些些微的更动，辨识性看起来更好。那中央是一个单色的液晶的萤幕，资讯萤幕，那可以显示的东西还蛮丰富的。那再讲乘坐的感觉乘坐的感觉看起来我觉得前座是很好的，前座它的座椅的支撑性我觉得不错。那当然泡棉是属于欧系车比较硬的泡棉。那九座我觉得是比较不容易累的。那驾驶座的话高低是可以调整的，那前后也是可以调整，但这入门车是手动椅啦。那如果新年式你觉得没有前座中央扶手不太习惯的话呢，其实可以加价选购啦，金额也不会非常高。那你如果选备魅力套件的话是这一些小东西都有的。那细部的质感我觉得做得还不错，像这一部呢是有选魅力套件的，所以它的方向盘是平把式的方向盘，
那真皮包覆的材质、握感跟触感，我觉得都相当的好哦。那快播键是比较简单的，就大概车载系统和这个语音，还有这影响主机的控制系统哈。那下方的话有一个定速拨杆，那这定速有 ACC 哈，所以这我想是非常吸引人的一点哦。那其他的质感方面，像排挡头啦和手刹车上面有包覆真皮的材质，我觉得触感都还不错。那有魅力套件的车型的话呢，它的椅子哦，旁边两侧会有类麂皮材质的包覆哦，那实际上坐起来的触觉的质感，我觉得也是在同一车里面算是还水准之上的。那整个看起来，都是不错的哈。就乘坐的环境来看的话，当然了，质感你不能强求太多，你不能用70多万、80万的质感来看这台车。你要想让它在欧洲是一台入门的小车。好，现在我坐在法比亚控比的后座，那坦白讲，它的轴距2470不算特别的长，那你坐到后座可以明显感觉它是一部小型车的一个格局哦。那整个乘坐的空间我觉得是合理啦，好吧？那几个特色跟各位报告一下，第一个头部空间不错，因为它车顶我觉得蛮挑高的哦，所以大概有一个立的拳头的距离哦，那头部空间是可以确保的。膝部空间因为座椅的造型啊，坦白讲也还不错，一个多拳头的距离哦。那前座是往上架高的，所以脚可以往前伸，完全的往前伸哦。这延伸的空间也不错，但是还是有一些限制啦哈，因为它轴距确实比较短一点哦。那坦白讲，坐在后座以成年人来讲的话，我觉得是还算合理的空间啦哈，但不特别的宽敞。那 Fabia 控比的车尾设计基本上跟一般五门 Hatchback 的 Fabia 是差不多的，延续的都是一样的风格，但是它的尾箱稍微长一点哦。那尾门我们来把它打开哦，打开尾门之后，当然这边有电动尾门哦，是手动的。打开之后把隔板收起来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信箱空间非常的平整哦，而且在这样的容积下就530公升哦，虽然在小车里面算是非常大的一个行李箱容积哦。而且它设计我觉得很有巧思的，除了说后座可以6次分离折叠之外，另外它的底板哦也可以往下哦，往下的话你可以多获得大概10公分左右的深度哦，可以让整个行李箱变得更深一点哦。那另外它的置物空间哦，左右两侧哦也都有容量很大的置物空间。那像三角警示牌等等，它也都有设计专门存放的位置哦。那避震塔上方也有一些储物盒，所以整个我觉得空间利用性在欧洲车里面，法比亚小车里面算是很贴心的哦。这一点呢，我觉得是很值得嘉奖的地方。那另外，它的四个行李箱四个角落也都有固定钩，设计里面展现了他们车厂的巧思。所以我们看到它的厚薄感哦。这里有一个塑料原色的护垫，那我觉得这个设计也是相当不错的设计哦。那看起来也是相当有整体感的。那么到底啊，法比亚控比开起来跟一般的法比亚有什么不一样？和一般的小车、进口小车比起来有什么不一样？我们实际上开车来试驾看看。好，现在我们开着法比亚控比上路哦。这一具小改款后 999cc 的引擎哦，它的最大马力输出是110匹，那最大扭力则可以来到 20.4kgm 哦，在2000转到3500转的时候发生这个最大扭力。它搭配的是7速 DSG 的变速箱哦。那实际上开起来怎么样呢？哦，不要以为说 1000cc 的车就一定很软哦。它其实开起来在转速提上来的时候，我觉得动力算是还蛮有冲劲的哦，算是充沛的。而且这一具 DSG 的变速箱，其他换挡我觉得还算蛮灵敏的，它动力是能够有效完全传输，而且换挡很绵密，这感觉是不错的。但是这个引擎总是有一些缺点哦，我觉得缺点是什么？在市区的时候，你要起步的那一刹那，在2000转之前，你可以很明显感觉出来。它动力有一个空窗期，就是小排量的宿命啊。当然，它用了涡轮增压来弥补它动力上的缺失，但是涡轮增压作动前的这一段时间呢，你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出来，这个车的动力是比较软的。但是当然，
速度提上来之后呢，它的输出就是比较饱满的哈。那再来讲到这一具引擎啊，它的精致性，我觉得引擎的精致性分两个部分来看，它虽然是三缸引擎啊，但是我觉得它抖动、它震动的抑制，我觉得是不错的。像以前旧款四缸 1.2 的呢，大概是伯仲之间，我觉得还不错。但是整个引擎的声响就比较暴露出三缸引擎比较没有那么饱满，特别是小排气量的缺失了哈。而且这个车的隔音就是平价车的隔音，所以比较容易发觉这样的一个问题哈。但会不会不舒适？我觉得基本上不会哦，因为它震动小，而且它的底盘设定我觉得是不错的。它底盘过坑洞的时候啊，那种扎实的回馈感啊，跟对比一般同级的日系车来讲的话，觉得发表表现是非常好的啊。但是它有没有很犀利的操控性？也没有哦，它大概操控性是一般般啊。其实过弯的时候侧倾还算不小哎哦，我觉得这个车就是一部入门的代步小车，那它提供的是很稳定的底盘的感受哦，所以开起来即便高速，这台车是很稳的哦，不会像一般小车，人家常说有这个漂移的感觉，这车是不会的哦。以这台车77.9万的售价来看的话，它当然是台湾最便宜的旅行车车款了啊。其实旅行车的市场也算比较小众一点了哈，那它也算别无分号了。如果要便宜的旅行车，大概就是这一台。那作为一部入门旅行车来看的话，我觉得它的表现算很称职的，70多万的价位，安全配备一次给足，甚至连 ACC 都有哦，这个我觉得是非常大的强项啊。更不要说像气囊的数量啦，哈，这一些传统上的安全配备啊，但都给的很足的。那另外作为一部旅行车，我觉得它空间利用性是好的，除了后座可以变化之外，它的后座的收纳空间跟行李箱本身的变化性是做得很好的。那作为一部入门的车种啊，它的安全性是高标，那开起来的反应呢是也还不错，还算蛮扎实的。那经济性的话，我觉得表现当然也不错，因为它 1.0 升的引擎，其实油耗数字应该相对来讲是漂亮的啊。那在税负上 ，1.0 升也有比较低的税负哦，那这一些都是诶很值得哦，很值得大家来考虑的一个车款哦。坦白讲哦，我觉得有些三缸引擎哦，开起来还真的不怎么样。但欧洲做的三缸引擎我觉得是比较好一些，欧洲的三缸引擎运转的精致度还不错，但是三缸和小排气量有一些没办法克服，就是有时候那个排气的声音哦，就是还是听起来比较单薄哦。你说想买旅行车又没有太多预算，就是这个啦，只有这个选择啦，其他也没有了。